了吗？今天我同事小明第一次到我们家，就这苹果你擦怎么能行？你得洗呀。老公对不起，我现在立马就去洗。那真是事儿，赶紧洗。娘儿来着，我给你开上。拿着垃圾桶。什么垃圾桶？扔地上这不好玩。扔地上有什么不好？他会弄，就跟在自个儿家一样。啊，是是是，小明来着。来，你随便扔啊。瞅见没有？随便扔啊。扔好了，停。哈哈哈，不，这漂亮是吧？这球传的可以。喂喂喂喂，我说你干什么呢？我们看球呢，你在这里转悠什么呢？对不起，老公，我不知道。什么不知道？水果洗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快上来啊！赶紧的。图哥，你平时在家就这么吼嫂子？要不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男人就要凶一点，要不管不住女人。你说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放下。小明，吃水果。老公，你也吃啊。你在这杵着干什么了？做饭去啊！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小明在家吃饭。妈，快上！什么呀？你在家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就说了，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穿穿穿穿，这好枪！哎，对了，媳妇儿，多放一点辣椒。小明爱吃辣的，是吧？嫂子，你叫他干什么？你给他打什么招呼？没事上家里玩啊？慢点，小明。媳妇儿，啊，过来。这个月的，收好了。昨天还跟我好好的喝着酒，怎么这么突然呢？这人跟人还真是不一样啊。老公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咻咻咻咻咻，短陈翔六点半。